一个山河，然后每天都是这样。完全就去那边逛，逛两站，然后就玩。去那个山谷那边走吗？再给你一个。芙蓉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？你可以说它是巨隆坡的后花园，离巨隆坡非常方便。而就像刚启顺所说的，跟还有小千所说的，芙蓉非常舒服。当每次我从飞机场回来，或从巨隆坡回来，或你从广州回来，你感觉芙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，有那种小镇的感觉，可是嘛，又很舒服，又很自在，这是芙蓉。